大家好，那个白丁，我是那一个今天讲的是也是一个新的品牌，之前没试过的，刚好就找淘宝的时候就看来看去的时候突然看到的，就一个那个白灵钢笔，这个叫做，整个盒子包装很硬朗，然后这些反正整个都硬的啊，都是硬的。结实吧，不确定，但这个包装哇，反正也是有点浪费，反正弄得这么硬，对吧？结不结实不知道，然后反正整个人卡得挺安全的，看起来，笔的话当时就反正就哇，有点碎粉，不知道是老化还是什么的，还是灰尘啊。反正拿起来就这样子，反正它也很简单，就是这里一个卡榫嘛，对吧？这边一个卡榫对吧？反正这边这样卡进去，对，这样卡。然后这边再来一遍，这边再这样子再卡一遍，哎 ，OK 了，就反正一掰开的时候就这样子，反正很简单。对，好，那一个下来的话，反正这当时就反正，现在人怎么说很跳的那种都要这样子一个笔杆，对吧？就这种纹有纹路的，对吧？太素那种，除非真的笔尖或者哪一个部分很特别，而且我本身我对这种笔夹就中间中空的这种笔夹我本身也是比较毒，然后前后两端的是实心的，对这种形状反正就是我特别毒这种笔夹，而且很给力。然后笔的话反正也是一样，它有一个稍微特别点的一个小笔尖，对吧？这种就是包尖嘛。对，拿起来的反正就还可以，这个就没有卡损，但早期的笔也不要求了，反正早期的笔都差不多这样子。那我们先量一下那个长度吧，好吧。长度的话呢就这样子，这样，对，那个就是差不多14厘米，偏短的一根笔。那拿起来的时候算早期的笔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国内那种老钢笔的话真的是很轻，说实话真的很轻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其实反正就真的很轻很轻，就只能这么讲了。然后打开的话反正拿起来啊一样正常，很就正常的一个长度，对吧？不会说长度不够，非常轻，适合长期书写，这个地方往内收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形状。包件的话拿起来应该这个手感是我很喜欢的一种，就这个外形还有它的一个啊碾压式的吸墨器，整根应该都塑料的了，反正就是你说树脂什么啊都可以，你们懂的，我想表达什么。反正整个的话形状我都觉得挺满意的。背插可以吗？没有问题，这个配插看起来挺那个的，但是用钢笔用久了都习惯是这样子放，然后就这样子写，就这样子，就对已经成为一个那个习惯动作了。笔尖上面我买的应该是一个 EF 尖，然后上面这个你们看怎么样，读不读啊，怎么，或者对的。另外的话是这样子，其他的话就这个颜色吧，见仁见智，反正应该还有一个绿色和红色的，反正就基本上三个颜色，你们懂的。现在很多东西就是懒得开模了，就是说我能用同一个，就像很多欧洲笔特别欧洲笔就很喜欢说，我总成都一样，我笔杆不一样，或者我笔杆换个颜色，哎，然后又是一个新款，就30年又一条好汉，都这样子。那就不说那么多，这根笔那就大概就这样子了。前面这一块的这些纹理我觉得对，可看点不是特别多，这样子。白领钢笔啊，记得，那我就先沾一下墨，沾一下墨以后呢我就书写一下，先擦一擦这样子。那就 OK 了，那先把这个盖上，把笔给放一边去，对，我又换回去这个罐子，换换一下什么心情，你们懂的。那让我先写一下这个，那就一样，那一个这两根笔一样做一个对比，然后最后再看看那个效果是怎么样。好的，整根笔写完了，果然是跟我想象一样，这根笔很满意，书写我是我喜欢的那种书写感觉，首先这样，但它整个笔尖你们看到它比无印的这根粗啊，少见的一根就比无印粗的一根笔，然后我这样轻轻的一下它已经很粗了，然后出墨量也是偏大的，
长期书写不会很累，重心整个很平衡。老钢笔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前后的一个平衡感非常好，而且非常轻。那这也是老钢笔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说它现场钢笔的话就不一样，它偏重，那就反正各有各特色。我觉得有时候也要换换心情这样子。出墨一样没有问题，质量上面不会有，我觉得应该断墨现在不太可能，现在不太可能出现那个断墨的一个笔了。那反馈感来讲还是可以的，小小的阻尼感，还是 OK。没有特别的一个怎么讲呢，奇怪的那种滑顺感，就是说不会说我弄得特别滑，但滑得很不自然，这个写起来就非常舒服了。这个阻尼感刚刚好，也是上次那根009负离纹以后，我认为笔尖很不错的一根笔。对的，整个书写感觉非常的舒，长期书写都很舒适，反正很满意。说，就简单点说，那有兴趣朋友可以试一下这样子，我觉得，反正就也不会贵，因为那个贵的钢笔现在发现没什么人看，做这种的反而看的人比较多这样子。虽然说看我频道的人不多啊，对的。那有什么问题麻烦帮我纠正一下，那个喜欢的可以加我微信交流。对的。那一个今天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